收到，可以，很有想法的辅助。队友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加纳，你居然是真的！你的刀加上我的闪电，我们可以掀起一场风暴。干嘛？那小兵在 A 你啊，兄弟！很赚，这波辅助打得非常好。哇，今天这把算是我觉得遇到的打得很最好的辅助的，打得超级好，超级好。他敢去卖，你知道吗？压制也打得好，然后自己也敢去卖，很帅。好辅助。这把我一定带你，我包是一的，包是一哥，包赢的。往这里一不找死吗？往这里一我不会追他的。主播会玩 EZ 吗？主播应该会玩吧。啊，主播伊泽瑞尔应该还行啊，勉强能入眼。哥们人呢？还想着偷袭他是吧？我勒个都这么屌啊！完了，被拿捏的死死的。没意思，哎。充能完毕。我被拿捏了，两个 Q 打的我。他完美的预判了我的两个走位哦，有点东西。
好像该交闪了，杀一下，应该杀不了。我不想交闪，我想省个闪。想省一个闪，我交闪的话他早死了呀。但好像我也会死吧，就交闪过去，螳螂开个疾跑能追我。哇 ，EW 打了。没有 Q 那个，哎，啊，不了，这么有实力吗？啊，我们中单单杀了。这一直打到现在很难好起来的。EZ 这英雄还是 有一点优势才好玩，没有优势的话 EZ 很弱。他是没的，我摸两个镀层吧，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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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能秒人，残翼加法穿鞋，老猛了。也可以保护其他人。快守护真言，哎，没守护住，不能再追了，在我不知道安妮的位置，管你啊，打你一枪，把你打走我就可以去渡城了。我那个都逆法，好帅的家里奥，把安妮杀了，可惜有个分女。就是哎，潇洒，烦死了！不想看到他在跑，累死了，没有耐心了。秒闪了，来学习 EZ 的。我发现了，我发现每次只要我不玩 EZ 的时候，总会有人这样子说，哎，但我明明前面四把连着玩了四把一直热，那只能说来的不是很巧，来的不是特别的巧妙。我也不可能一直玩一堆啊，对吧？一直玩一堆，玩着玩着真要吐的。上把还让我打了个脚本哥，脚本哥被他妈玩个一直被那个脚本哥打的人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这 W 给他自己冲的失策了。
哇，这个 Q 空的有点致命啊，看后续吧。快，这个 Q 很关键，也空了，那就赶紧跑，赶紧润。W 给上，要冲。炼丹塔 W 给到盲僧，盲僧就可以冲了呀，冲锋。哎呦，吓死！他两个小技能也这么痛啊 ！QW， 都还没大招的伤害呢，给我打了我一套，打了半条命左右吧。Yeah.